大型慈善节目《善心满载仁爱堂》日前举行，不少歌手艺人都有参与行善，好似有陈慧娴、陈展鹏、姚子玲、张震朗、周吉佩、吴业君、胡鸿钧、钟尤美、JW 王浩仪、施康桥、JC 陈咏彤、黎展峰、陶旭伦等等。下个月吉吉将会举行首个演唱会，呢晚见佢嘅衣着小露性感，睇嚟状态相当唔错噃。想起我年少那不羁，从来不避，花我不生的力气，飞高高低低心不死，自活去路我觅我路，这生的传奇。因为就嚟准备开 show 啦，所以你近排都操撇咗。今日你嘅衣着上面好大胆喎！即刻要画一画先。今日咁啱大会又件咁嘅衫，系系咯，见到我都哇咗声，真系唔着入边。不过 OK。系，咁你而家其实自己去做 gym 嘅时候，自己系操紧边一部分？主力啊嘛，主力啊，眼见到嘅嘢我就主力操，即系同教练讲都系嗱，唔好搞我后边住。后面系。即是背脊那些啊，腳尤其是粗腳呢，就我不要搞了，我都不露的。我想說尖兵在這裡，我覺得你可以請教他。尖兵過來說到健身，粗什麼腳？他健身，因為健身應該怎麼粗？我覺得你可以給一點教他。不用啦，不是啊，要啊，是啊，你太肌肉型，啲媽媽唔中意你噶，你只係一個好好形象小朋友，係嘛？唱歌又叻，又係作曲喎，咁突然間變咗型喎，咁我咪演唱會都撈噶咯喎。同樣就快開演唱會嘅阿姐汪明荃，呢晚就首次演繹特別為歌唱打造嘅新歌《Make My Day》。從世界瞬息變天氣，朋友間送機又接機，如這天又可見到你，你 My friend， It's a beautiful day。 阿姐你好。你好。好開心啊！知道我今晚喺呢個 show 上面啦，阿姐就會唱第一次唱你嗰首新歌，係咪？係啊 ，Make My Day。係啊，係啊。咁好多謝咧，咁啱啱又有機會唱咯。係係，你知唔知我呢首歌你近排電視哇，成日都喺度播，成日都好開心。係啊，多謝啲 DJ 啦，佢哋好幫手啦。咁同埋都好開心，啲隻歌反應都係正面啊。係啊，大家好似聽落好想跳舞咁樣。係。子玲同张震朗呢对反黑英雄 CP 大受观众欢迎，呢晚佢哋为善事再合体，一起合唱剧中嘅插曲。快乐似传说，结局太遥远，不需要风雨。为咗仁爱堂，我哋愿意交出我哋嘅第一次，同埋都希望等大家可以回忆翻下林雪儿同阿徐国贤嘅一啲回忆啦，所以我哋拣咗《空白》呢首歌一齐合唱，好难唱嘅原来，好难唱嘅 Jenny 呢首歌唔容易，因为佢个 key 其实都好难夹到一个男同女嘅 key。系啊，系咁，你用咗几耐时间，大家去谂紧点样去合唱呢首歌咧？咁我覺得即係我哋又唔係真係一個專業嘅歌手嚟嘅，即係我哋盡量試下演多啲戲，蓋過咗我哋嘅歌聲啦。近排參與咗內地真人戀愛 show 嘅 Oscar 話呢次嘅體驗都好特別。Oscar 既係學霸又有音樂天分，唔知喺擲偶條件方面會唔會特別高要求咧？咗呢一個真人 show 嘅節目嘅拍攝啦，會唔會話令到你真係對愛情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同以往？愛情有冇唔同睇法啊？我覺得自己其實冇嘅，我一路以嚟愛情觀都係差唔多嘅，有啱嘅咪拍咯，係啊，即係好多人會覺得，artist 需唔需要有啲避忌啊？係咯，要唔要啊？喺我立場，我覺得唔需要㗎，唔需要。我覺得因為其實作為 artist， 無論歌手、演員或者可能主持又好啦，其實我哋都係呈現緊一個工作嘅狀態，係一個好 professional， 同埋有時生活都係工作一個部分，咁我又覺得唔需要因為。職業的一個規限而不讓自己在感情方面這方面的生活缺少了。